in the race。我看过忍者系列的啊，你不用讲，大家也知道，你一定都看过。对呀，不然你怎么可以演得那么好呢？我不是演的，我是顺其自然讲的。所以你不只是编剧，因为听说你后来还去当在现场当成人片的摄影师啊。对，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是当摄影师。对，那后来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如果缺人的话，还是会找我。嗯，还好，你就只到摄影师了嘛，哈。对，没有后来当男主角或者。因为他们男主角筛选的非常严格。嗯。那个时候，如果对面这位粉红色衣服的先生可以入选吗？这个还不知道，但是他有的时候你不知道，我就怕你说啊，这个我知道。因为说在你的片子实在找不到，但是我有找过一些那个比较资深的那个艺人，他们有。倪大哥是一直都在日本发展吗？不是，那个我回来二十几年了，因为我是说早期的时候，早期，所以说早期的片子有。年轻时候的工作。对。哦，我也当过编剧，知道吗？那成人片的编剧，他们哦会掌握五字诀。哪五字？中国炮火炮弹送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通电！冲回家里脱掉衣服，泡着浴缸，盖上棉被，啊，送啦！无聊，这就是成人片的五个基本功。那个通常不盖棉被的啊，被救了。那棉被你拍谁啊？所以呢，你对这五字诀显然不是很清楚。好，那我再问你一个，刚刚已经有聊过的哦。他如果知道就知道，如果常在接触成人片的人 ，OK， 请问台湾最知名的成人片《情定北海岸》的男主角是谁？不知道。情定北海岸现在都要拍续集了，《情定北海福座》。情定北海道，完了之后你看我一等哈，看我一等哈，我都不知道啊，你都不知道哦，所以他知道是他。所有的资料提供完毕，来，红队想清楚，真的假的，压几分，请选择。我也觉得您说的有理。对，就这样。两分。真的2分。最后红队压真的2分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最后正确的答案是。怎么样？好，但是要怎么样去验证呢？因为讲编剧的话，那有一些你有带来您编的一段的成人片的剧情？没有，我昨天有传一段给你们的那个制作单位。那这一段是要请一零二演员沈玉玲，可以麻烦帮他。我烫的剧本就在我手里面，剧名叫做《捕头女贼情未了》。你给我改，你给我别改。要不然你本来叫什么名字？其实本来是没有名字，因为我还没写完。有的时候会先写那个大纲，再把它写成剧本。那有的时候会先把它写成剧本，写成那个小说，再跟它改变成剧本。OK， 来，接下来呢，绿队要面临到红队带来什么样的潜意识呢？来，凯乐，欢迎红队第二位失踪4年台语鹦鹉进驾日语。了解，请问一下，他的名字叫乐乐。乐乐 ，OK。那请问一下，乐乐当初说失踪了4年，当天发生了什么情形？怎么不见了？就是那时候我们，他是我老公买的啦。OK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，出国去那个 LA 2个礼拜这样子，然后刚好就是遇到那个台风，4年前的事情，莫拉克台风，然后结果我们是请同那个朋友就帮我们代养，然后那个台风就是他忘记收起来了，结果他想到说他去阳台一看，笼子已经倒在地上，然后门是打开的，他就不见了。OK， 所以后来再回来的时候，他自己回来，4年以后，不是自己回来，是就是找到有人在找到送到那个
个兽医院。那请问他本来在家里面说台语啊？因为还是国台语，他是我们平常没有讲日文，我跟我老公都是讲就是国语或台语这样子，像你好啊、假爸不会这样子，对。OK， 所以他讲的应该跟我们一般讲说自然语、国语啊、台语啊类似的。对，他是学我。那回来以后，请问他日语他讲什么？他因为我不太会日文，然后我就是听到他讲一堆听不懂的，然后就听到哦嗨哟、欧亚斯米纳塞这两个我听到，哎是日文。OK， 后来有去找说到底他那几年他到哪里去了吗？不知道哎，我们全部家人就是在那边想说他是不是自己被台风吹到日本去，然后呢被台风吹到日本，然后去日本找蝴蝶、找亚美蝶跟伊类蝶。OK， 好来提问。他只会讲日语吗？有没有讲国语或英语？本来是讲国语跟台语，那回来之后就是突然会讲日文。他的国台语还记得吗？他一开始都忘记，我们跟他因为捡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兴奋，赶快教他讲他之前常讲的嘛。然后他就呆掉，他就开始讲他就是我们听不懂的。你确定这是你们家的鹦鹉吗？他的日语可以讲几句啊？你只听得懂两句。我听懂，我自己本身听懂他讲 Ohio， 然后还有那个 Oyasmina Sai。你只听得懂这两句。对，鹦鹉很聪明啊，我小时候养过一只鹦鹉，你跟他举右手，他就会举右脚；跟他举左手，就会举左脚。好可爱哦。两只手，两只手。有一次我就想试看看他，先举两只手，看他会怎样。结果我就举两只手，他看着我说：“你岂被海蛙拔得了？”各位不要被这只鹦鹉迷惑，这只鹦鹉呢明显有落枕。刚刚录影中，它一声音，对啊，现在真的，我怀疑它根本一句话都不会讲啊。有这件事情，但是不是这只鹦鹉。OK， 会讲话的鹦鹉哈，它没有办法在那边安静那么久了，一定老早刚刚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啊，它就已经在那边讲了，小李飞刀，小李飞刀，它就会跟着人家讲，它才一句话都不吭。表示这只鹦鹉它是不会讲话的。OK， 好，所有资讯提供完毕，绿队想清楚，真的假的？没有错，加几分？来，怎么可能会讲呢？来，真的假的？加几分？现在绿队肯定要压都是最高分，真的三分，所以三分对，一定是压三分。为什么真的？没有，因为重点是制作单位既然会找来，就比方说他一定是稳定性很高，不会随便那个啊就表演，一定是要拿着牙齿或者是 Q 他才会做。就制作单位找一个稳定性最不高的就沈玉琳而已。好，最后绿队选择真的三分，真的还假的？最后正确的答案是。想讲就讲了，不想讲就不会讲。他讲的又是天真无邪到骗人。你说鹦鹉还是鹦鹉 ？OK， 了解，对不起，这真的是你的鹦鹉吗？对，真的是。他会讲话吗？他会，他为什么都不讲？对啊，他会紧张。他现在所以雪玉玲，你刚刚讲的也不对啊，他会讲啊，他只是不讲。鹦鹉会紧张。他现在这个环境他没有待过。那他会讲哪几句话？他其实就是讲我们日常生活，爸爸嘞，他最喜欢叫爸爸。你可不可以试试看，能够跟他聊？Hello， 你好。OK， 好，接下来红队要面对到绿队所带来的奇人异事，那到底现在红队要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奇人异事呢？来，凯乐，欢迎绿队第三位疯狂 Bigbang， 边唱歌边打嗝小甜甜。不要硬要上去嘛！你都好意思拿那个来吹了？起码我有个乐器啊！啊，你这样就直接出来了，太过分了吧？神人都是这样子。OK， 神经病。小天，你会觉得你这个特殊才边唱歌边打嗝，所以你是自己可以打，要打嗝就打嗝啊？对，我可以随心所欲。OK， 那这是听说你是有一任的男朋友。发掘出来也不是男朋友啦，是就有一次金刚，就是我在跟金刚，金刚，对对对，我跟金刚，然后我们去逛夜市，逛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有了这个行为，然后他就吓了一跳，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，然后后来他只是觉得恶心，但是我觉得他讲恶心，我就更想要，就更想要，就是延续这个事，就延续着，延续着，他就变成我的一个才艺。那听说这是你封箱之作。今天如果真的这是真的才艺，你这次表演完以后，你就不在公开场合再表演。为了贵节目，我就拿来表现，也只有一次，因为它有点损我的形象。那现在慢慢的，我有点女神化了，对，所以有些事情我需要磨练。不好意思，你刚才讲什么？我们没听清楚。拿到女神化，女神经病化了。女神化。
所以就封箱。哦，所以大家要锁定荧光幕，如果要是真的话，这就是最后可能最后一次你在荧光幕上看小甜甜做这样的表演。对 ，OK， 看不到了。来提问，他讲的真是一堆神话，真的。那个，你随便来，你说说，缩小一下。因为边唱歌边打嗝，它所谓 B-box 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节奏要跟在你的旋律上面，是啊，对呀，你不能因为打嗝而就是延误了你唱歌的时机。而且那打嗝显然是他故意刻意摆在你后面。哎，是这样，对对，类似这样，类似这样。哎，你也可以啊，没有，我是吃太饱。哦，来，问题呢？那好，我来问一个，你有没有在 KTV 表演这个时候真的吐出牛肉面过呢？其实是危险性蛮高，不是牛肉面，是水饺，因为我不吃牛。哦，对，你有吐出水饺过吗？真的，就后来我还知道说，这太撑的时候，真的不可以做这个表演。对哦 ，OK。我知道小甜甜她以前很会打嗝，她是很会的，就弄打嗝这样。但是她现在显然是可以控制。吃完便当也就打嗝啦。对对，但是她现在就是说可以控制。是，我觉得可能她加以琢磨的话，可能有这个。这个技巧，真的，你不用拿我当队友，然后跟我分析。不是，我只是要问你有没有问题要问他。我想跟你分享。哦，真的 ，OK， 是是是。所以显然，你要再问吗？再不问你还可以再问一个。你们总共有三个题目。你的曲库只有一首吗？还是你任何歌都可以加打嗝？我的曲库就跟市面上的腿库一样广，所以你随便点，我可以随便来。跟腿库一样。好，来玉林。人世间哦，有两个事情是不能自己控制的，一个是打嗝，一个是放屁。因为这是自律神经啊，由不得你的，所以呢，他可以控制打嗝，你有这个能力，那你就可以去当神棍啊，你去当钢梯啊，心灵杠杆来加合情，你就去搞这些就好啦。不是因为神棍好歹要长得奇，就是长得像奇门遁甲，像张维忠啊。我觉得这个比扯铃还扯啦。哦，真的吗？不可能的事。OK， 所有的资讯提供完毕，来红队想清楚。小甜甜真的有这样的才艺吗？真的假的？压几分？来，请选择。好啊，真的一分。就给一分哦。这是一个面子问题啊，怎么讲？人家自己说女神经啊，不，女神级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而且最后一次在这个地方表演。OK OK， 接着下不表演，一定要挺他一下吗？好，所以最后红队压真的一分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正确的答案是，小甜甜真的拥有边唱歌边打嗝的绝技吗？精彩爆笑内容，广告后告诉您。小甜甜的绝技被大家吐槽，这不容易，大家都会吧？这不容易，来来来，笑死人 ！I music， 不是新娘，不是包爷，不是新娘，大姐，我还给他亲，你根本就没有。疯了！别人的性命，恐惧不到什么？气质感，好烂的才艺！